因为我简单举个例子，那你说我今天去了四川，我吃了四川的串串，这么多人爱吃四川的川菜，然后去了四川，去了成都旅游的话，就啊太好吃了，你们怎么不说呢？舔四川，舔成都，你们怎么不说呢？哦，原来在你们心里，你们也知道成都、四川跟这个台湾是有区别的，是吗？啊，就是这些小粉红朋友们，你们承认是有区别的，对吧？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哦。我们现在是在休息站呢，我老公去上厕所去了，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聊一下吧。昨天我不是说了这个有大陆网友酸台湾吃什么莱猪啊什么之类的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就说是这个315哈，就是我们大陆有个315晚会，央视的啊，有批报出来，就是我们大陆就是有这个偷偷注射给羊肉，偷偷注射这个啊，给羊肉，有网友朋友们跟我纠正说不是注射的哈，就是有给羊肉吃这个瘦肉精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说这个事情吧，就是因为什么，我说实话，我真的看过很多次，就是大陆网友一直拿这个什么来猪来猪什么在酸，你在酸什么呀？咱们也不是没吃这东西，对不对？就是说咱们，你说如果说你要是说哎呀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然后没有什么食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哎，你再来酸我觉得也比较有立场。可是不是，就是明明说我们自己就是也吃了这样东西的话，你凭什么酸别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真觉得没有必要这样酸来酸去。这也不是说我在对比什么哈，因为我说实话，我是来自大陆的，我前30年在大陆生活，我这10多年我是在台湾定居。那我说实话，很多东西可能没有离开台湾这片土地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会理解不了，说的哎，你不用对比。其实这不是说什么对比，就这种东西，不同的东西了，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为人处事啊，很多很多哈，包括你吃的东西上面都是一个冲击。就我举个例子好了，有可能你会说哎呀，我们家那边的肉圆的话呢是这样吃的，哎，这个地方的肉圆的话呢要最后兑这个汤进去，我在普里吃的肉圆就会加汤进去啊，你说哎呦，这跟我们家那边的这个肉圆的吃法不一样，那这样的是对比吗？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就是因为我现在来了台湾呢，我就发现说哎，很多它跟我之前在家那个印象啊它是不一样的哦，跟我以前接触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能会说出来。但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对比什么，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面的话确实能感受到强烈的不同的东西的冲击。那我昨天晚上的话呢看评论哈，咱就先不说一个很奇怪的人的一个评论吧，我给他置顶了啊，他骂人啊，就是说一些比较奇怪的话。哎，我老公回来了，让他先上车。哎呀，好热，口罩真戴不住了，好热。超热。啊，透口气。刚才我不是在车上就聊到说，有看到一个评论，对不对？就是一个说话口气看起来柔柔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评论吧。啊，他应该是大陆的这边朋友，因为他上来就表态说，我是大陆人，我也喜欢台湾。哦，首先他就表态这样讲。然后呢他又说了一些言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说差异比较大的是什么哈，他说生你养你的这块土地啊，无论说他有什么千错万错，你都不应该在外去这样爆他的丑料。好，我就这句话哈，说实话就这句话我挺震撼的。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话我非常的震撼。我有回答给他啊，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说这个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啊，不是这块土地啊，是我的父母。当然我也没有说我不喜欢大陆，我排斥大陆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我的老粉丝的话也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一直都说哪里都有好有坏，包括我们大陆一样有好有坏。但是我真的从来都不认为说掩耳盗铃可以让这个事情去变得更好，变得更进步。我当然我也希望说这个我们大陆会更进步啊哈，我们大陆会越来越好，这也是我希望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言论真的是把我吓到哈，就是因为我常听到台湾人说我最喜欢骂政府，然后呢骂了政府就希望他能够改进哦，甚至有人跟我讲说啊，如果你有看到什么台湾不好的事情的话你也可以说出来啊，这样才有一个改进的空间，这样才知道哪里有不足。你看，不是说我故意要做比较，但是就是这种文化上各个方面上这样的冲突的话就会摆在我的面前。大陆人说话就是有丑事你不可以说出来，因为他是生你养你的啊，就是你不可以在外面揭短，而且他认为我说是在外面揭短啊，不可以丑话啊，不可以在外面揭短。
包括有很多这个小粉红哈，就是在外面骂，就是骂我们陆佩也都是啊，什么什么你出去几天呢你就忘本了等等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说不好的事情就不可以说。我也问这个就这个评论哈，这个女生应该是因为说话感觉上气质柔柔的哈，但是呢她其实说话也没有礼貌。她这么说，她说如果说一个台湾人哈，这个来到大陆之后啊，一直说大陆说台湾的丑事的话，那这个人的人品也不怎么样啊。他就是在说我的人品不好，因为我到了台湾说了大陆不好的事情。我说可是这件事情是央视的315晚会啊，这晚会里爆料出来揭发的黑幕啊。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最没有人品的应该是央视吧，应该是315晚会吧。我说那315晚会说出来的话为什么我不可以说呢，对不对？我也没有说添油加醋，我也没有说这个什么道听途说啊，也不是自媒体偷偷去拍的，你可能觉得说造假了等等的，央视哎，央视拍的，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对了呢？为什么我就变成说啊人品不对了？然后呢，这个人就说哦，你可以说呀，但是你不可以嘲讽。我怎么是嘲讽了呢？我觉得我实话实说的呀，我也不会播音员的口音，那我只能这样说话呀，就是这样啊，你怎么觉得是嘲讽了呢？然后这个女生让我说出来一句话，又是我最讨厌的地狱黑。她马上呢，她这个下面这一条评论呢，她就开始说啊，我不是东北人啊，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东北人脾气都很火爆啊，都是后面来到南方的。我一听到这南方人呢，就动不动就在这边把南方跟什么东北什么划分开来，我觉得就很奇怪。我们祖国的教育不是一直都说我们56个民族是一家人吗？怎么都能分出来什么东北了南方了，什么动不动就要在地狱黑。我也直接我就说他了，我说你要地狱黑吗？我说就恶心了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什么东北啊什么这样的话他就给改掉了，他那一条重新编辑过了他就给改掉了。那我也说他了，我说哎呀，我说你看到我说你就改掉了这个话是不是，我说你为什么会歧视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地狱黑这种感觉呢？啊，然后后来呢又柔柔的啊，在这边说的，好，那我对我的言论如果说有这个什么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话我道歉。我说那你就看看你的话有没有给别人造成不舒服吧。这个人的评论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好，那我觉得他还不算是小粉红，所以我不会用小粉红来称呼他哈。就是虽然说他其实说话虽然说语气上看起来是柔和的，但是他其实也是很极端的。他认为我说在外不可以啊接中国的短。我说怎么是在外呢？按照中国的意思，按照大陆人的意思的话，台湾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怎么现在又说是外呢？就是其实我说实话哈，每次总喊着口号，我不管你什么五统六饼的哈，但是总喊着口号就说怎么怎么样，这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怎么怎么样。但说实话，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你们其实从你们的心里面，你们打根起你们就不认为台湾是你们的一部分。否则我夸台湾的一部分，我夸台湾的话那就是夸祖国的一部分，有差吗？没差，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行呢？所以说就是你们从根儿底下你们就不认为说，从心底你们就不认为说台湾跟你们有很亲的关系，是你们的一部分。我今天在台湾说了大陆的事情，哎，315晚会央视爆出来的，你不让我说，我说了就是在外接短了，这不是很搞笑吗？你们到底的心里面你不觉得你们自己很矛盾吗？至于说中国是哪里的，我从来不去说，有一些台湾人可能听不懂啊，你就在评论里边说什么中国是什么台湾是中国的，我从来不说台湾是哪里的哈，这事儿我也决定不了。我是说很多大陆人的认知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啊，台湾的朋友们能听懂这句话吗？可以吧，啊，不难理解啊。所以我就说他们从压低根从心底里面他们就不觉得说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要不然我夸台湾不行就会被骂啊？我说台湾牛肉面好吃都说我舔台湾，那怎么了？不可以说台湾好吗？很奇怪的说法，对不对？那包括这个女生也是，315晚会是央视的，央视频道的话那是上星的，就是全世界的人想看都看得到，那为什么我说就不对了？那不也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吗？对不对？那是一个官媒啊，那央视频道应该说是官媒吧，对不对？那怎么我说就变成我再转述一下这个新闻上面的事情就变成说我在外抖中国的黑料了，我又没有编造，我说的是实话呀。所以说就这个给我的冲击就是什么，就是中国人那种大陆人那种可悲的心态，就是不好不可以说，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为什么不可以说呀？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就算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对的话，我也不能眼看着他不对下去吧，我也会阻止一下，我也会说一句。
对不对？你的父母怎么做了不对的事情，闯红灯啊，你的父母什么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啊，你的父母什么开汽车然后闯红灯等等的这样的事情啊，你都不敢讲啊，因为你的父母生你养你，你不敢讲，不对呀，没有道理呀，是不是？好啦，那我要吃香肠了，然后吃一吃，我们就要去对面去玩了。我们现在在白沙屯里面拜好了，好热呀天气，那我们去对面海滩去玩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喜欢阿呆影片的朋友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次再聊，拜拜。我买了三个口味，高粱的、原味的，然后这个是鲱鱼软的。宝贝，你要吃鲱鱼软吗？不要，我要原味就好。好，要吃香肠必须要配蒜头，那才香。老公要不要？好。